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都是人手一本红宝书。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是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我也是民服务敬意白求恩与共与赛 SAP 生产的这个正在打仗，在那拆工厂，哪个把海带到到马村去了，那么大家到地里上去，那种那个是情况什么事体？那么在水工厂，水工嘛，因为有种债，有种爱，那么规定吃子要饭，在生产那个个玩具上，这个那里有个玩具这个啦。那么在那里向大家拿这个红包是在，我腰围摆这件，再听是腰围摆件。我们身在城市长大，心要在农村练红。一天劳动之后，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武装自己，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我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学习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当时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必须。其实呢，后头还有初三，但是冷静默的还有那个黑肉色啦，一上车站或者一火车站，大家给这服务员上来，大家立起来，红宝书举起来，大家还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上手。夜里向突然之间，经济节马上出去打海杯，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去追一圈，那么再走来，那么站内起来是嘛？来自青年喊你好，来三批来。那个时代，政治学习要活学活用，搞阶级斗争最关键的就是要划清路线。所以你在农村去，地铁上去，台长是一当的干什么？如果你搞是地主，如果你搞富农。一当都外省教师，你都该我不爱听噶，你都送出来个么子不爱吃噶，你都是像老农来啊，富人都知识青年啊，你都连上一些问。门廊上那有牌子个，这个那个是个叫这个地主个牌子定了，有种么富农个牌子定了哈。致富农嘛，整个就灯笼开了自然好。随便上你来去木干，就是在当安保工作，别家个三文都做，没话没外交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光如此，生产队里的批斗大会也是经常举行。这该好看呀，啥啥啥发的有啊，谁叫他没忘，啥啥啥那些当起当我去，是吧？千万不要忘记叫军队人，不忘叫去扣，来去血来水，各种亏也是多了。在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阶级斗争中，也有弄巧成拙的，一个不小心，革命战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每张白纸上才有毛主席啊！哪一个不流行用那张白纸去摆啥么子？那些甚至于上厕所到这张白纸，马上跟来子呢，当时呢，引发革命的。这个是几年有这个上那个人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有一巴掌出十分清爽。第二个地步，今朝是动力，明朝是带量；今朝是革命群众，明朝是就这个交接停业。当初一建校，葛么也是反革命仗，啊，那不但是学生资格，迭代听上自己学习仗，葛么也是反革命，是吧？那么你讲闲话喊口啊，喊得不当心喊错字子，也是反革命，啊，各种啊蛮多的。拿女了出来，有辰光不拿出来嘛，香烟壳子拿出来呢，哈浪子，啊。那么又那么涉及这些辰光有一种人吃苦头呢吃苦那个狼香啥子呢香烟壳子拿出来煮玻璃香为狼农村里还有十多个二十多个人的了林别同志拥有健康拥有健康那副给他讲的那还拥有吃康拥有吃康还旁边人听出来一共还比十来分之来动比十来分之来动还是啦批斗在南通农场劳动的孙龙梅因为家中有急事儿偷偷溜回了苏州这一下就闯了大祸听说没发脾气就自家走来的那么搿辰光就是属于做蛋饼的那么那时候搿个里头里向的搿辰光就是小心那个擦地板里不住歪歪还住歪歪再讲还怒气还我在歪农场那么歪子农场各位们才开始开会批斗做啊，大会散会，那么就小聚着做啊。所以嘛，自个搬走房子批斗，那三个带兵
伊部队是带兵呀，那那么后头嘛再打回去对，一趟一趟个不同个。回到农场的孙龙梅检查还没有做完，又因为穿着问题再次被大批特批。做自己的确那个衬衫，衬衫嘛扎子两日天嘛，搿时候光就是蛮严重的。你拿扎子一直让带地里下去，这次才叫去试下。有种人，不能给适应个嘛，比较走来打走来，那么一边后开去接两边上不进，就是讲一接多大的对是几岁。而在新疆，支边青年也在上纲上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甚至残酷。一顿打成飞个面，吃个两个月，吃个四个月，有的一种当成也当成瓦分子，那个叫国际女吧，批对，对，我一个啥子支边青年，你本身没啥大问题，批对以后呢，不堪折磨。天津是啥？所以从卫生角度来，自闭症也不单单是纯粹是精神上、肉体上的，而且还占有是接触肉体的，可以讲残忍。那个年代已过去这么多年。